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大陆寻奇》。江西南昌呢，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跟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还有海峡西岸城市群相比邻的一个省会城市。如果把时间往回推呢，在1000多年之前，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当中就赞誉南昌是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另外1954年中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摩托车都是在南昌诞生的。而现在呢，请跟随外景队的脚步，一起来深入了解南昌这座城市。南昌因为毗邻中国大陆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还有赣江穿城而过的地理优势，拥有水都的美誉，加上它是江西的省会所在地，近年来呢，发展成为江西最繁华的城市。八一广场是南昌的心脏地带，当中树立着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是为了纪念共产党在1927年的8月1日，针对国民党的清党政策所发动的抗争。现在这座八一广场集万宠于一身，周边各式商场林立，成为南昌市民活动的中心。南昌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赣江两岸现代化大楼林立，唯独还有一栋建筑仍然保有它的历史印记，那就是名列江南三大名楼之首的滕王阁。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婴曾受封于山东的滕州，因此呢被称为滕王。后来他调任洪州，也就是今天的南昌，因为思念旧地，因此在这里建立起了滕王阁。根据学者统计，滕王阁在历史上曾经重建了29次。在1926年的时候，为了防止北伐军攻城，因此呢在南昌城墩周围筑起了一道火墙，大火是连烧了3天3夜，滕王阁也就因此倒塌了。到了1989年的时候，便在这里重建起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滕王阁。这栋建筑是仿宋木结构，采用宋代楼阁的明三暗七格式，总高度接近60公尺，一共分为9层。滕王阁它之所以能够名满天下，并不是因为建阁者李元婴，是因为建阁之后王勃在这写下了一篇千古佳作《滕王阁序》。是为什么这个《滕王阁序》这么有名？对，那当时他是因为严公设宴，他是为了想要展示他自己的女婿伍子章的才华，就提前要自己的女婿写好一篇文章，第二天当作即兴之作展现给大家。其他人都能明白严公的意思，那都推脱说不写，说写不好。那轮到王勃了，王勃他心里应该是明白的，但是年轻气盛嘛，提起笔就写，一气呵成717个字的《滕王阁序》，文以阁名，阁以文传。正因为这篇文章，咱们滕王阁才得以名满天下。《滕王阁序》铺叙了滕王阁这一带的景色，还有当年的宴会盛况。那滕王阁诗序它很有名哦，就是除了它就是它本身的故事非常特殊之外，它里面也有留下了非常多的名言佳句，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对，我们像江南三大名楼也都是因文章出名，黄鹤楼是崔颢的登黄鹤楼，岳阳楼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以邵融他就说过，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沿用至今千古名句，像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最早王勃用来赞美咱们南昌，他说南昌是物产丰富、人才辈出的风水宝地。那这里边最为出名的一句啊，就当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对，王勃说，西落的晚霞与孤鹜一同飞翔，远远看过去，江水和天空是连接在一起的，水天一色的景象，描绘出了深秋时南昌的美景。对，那王勃为什么会写下这篇文章？
当年他是去交趾看望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因为他被贬到交趾的，那交趾有咱们现在的越南。那当时在宫廷里边盛行一种游戏，就是亲王们之间以斗鸡来取乐，王勃他就以游戏的口吻写下了一篇文章，叫《习英王鸡文》。这篇文章传到了李治的手里，李治认为他这篇文章是在挑拨亲王们之间的关系，一气之下就把他给逐出去了。这件事情也牵扯到了王勃他父亲被贬到越南为官，他是去越南路上路过滕王阁时写下的这篇序文，回来的时候非常可惜掉海里边溺水受惊吓而亡，只活了26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苏东坡的全文手书，也有很多名人书写过，像祝枝山、文征明还有康熙帝都书写过这篇文章。对，滕王阁在世人的心目当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历朝各代备受重视，这是江西重要的地标性建筑物。到这个滕王阁楼上这样绕一圈，可以将整个南昌的美景尽收眼底。这些都是高楼，大家都是新盖的。对，对，它我们看到这个，这是赣江，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也是长江的第二大支流。三大名楼都是临着江、临着水来修建的。那整个这赣江把我们整个南昌城都一分为二，对面是新城区，这一面是咱们南昌市的老城区了。对，南昌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着2200多年了。最早咱们南昌市叫灌城，公元前202年引英侯灌婴在这筑城，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灌城。南昌这个地名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公元前201年灌婴他希望这块南方昌盛之地可以昌大南疆，南昌就是由此得来的。南昌在朝气蓬勃发展的外表下，其实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市区里头有滕王阁，往外走上7-8公里则有中国大陆第一座古代画家纪念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当中陈列着八大山人的书画作品。八大山人在艺术上有着独特的成就，画作以大笔水墨写意著称，是明末清初的杰出画家。八大山人姓朱，名搭，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6子朱权的9世孙。这幅画呢，是咱们在1954年前后在奉新县的奉新寺当中呢被人们所发现的。发现这幅作品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引起了一个极大的重视，因为这幅作品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幅八大山人生前的真实画像。那么八大山人对于这幅肖像画呢，也是相当满意和十分重视的。他借好友之口以及自说自话，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明宗室身份，详细地叙述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进入佛门的原因、经历，特别是1644年以后的心路历程。那么这幅画呢，对于我们了解他的外貌、书法以及思想等，可以说都是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贾莹普节后晚日，遇老友黄安平，位于写此，时年40有9。那么贾英年呢，就是1674年，普节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端午节了，时年40有9，当时呢是49岁。所以我们从这边呢就可以往前一推算呢，就知道他是生于公元1626年了。所以这幅画是具有一个很高的文物价值，也是咱们的一级馆藏了，非常的名贵。八大山人年少的时候就聪慧过人，在家庭的影响下受到良好熏陶，他8岁能作诗，11岁就能作画，但是随着明朝的灭亡，他走上隐姓埋名之路。汉族人自古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成年以后不可剃发，不过满族人呢，就是要剃发，所以剃发令就是描绘当时的写照。我们在这八大山人纪念馆里面看到，对于这个剃发令有一个特别的介绍，这个剃发令跟八大山人他的生平有什么样的关联？
那么其实呢，这个剃发令呢，讲的是这个1644年3月19日呢，引发了著名的甲申之变。当时这个清兵入关的时候呢，就曾经颁布了剃发令，但是呢，是引起了很多汉人的不满与反抗的。于是呢，公开废除了此令。但是在第二年，也就是1645年的时候呢，又重新颁布了此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时日全部剃发。他执行的口号呢，就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呢，在这样一种高压之下呢，很多人呢，就像八大圣人一样，不愿剃发之人呢，就纷纷出家了。这个呢，就是八大圣人出家的这样一个背景了。馆内牌匾“高山仰止”，草草的四个大字，生动呈现了八大山人的书法。他用篆书的圆润线条去书写行书跟草书。并把自己的情感寄情于书画之中，表达对明朝的眷恋跟怀念。那么八大圣人呢，在23岁呢，在进贤戒港登圣呢，出家为僧，当了和尚。他脱身佛门呢数十年，而最终呢选择了还俗，可见呢他对于佛门呢也并没有什么留恋了。而对于禅学呢倒是让他受益匪浅，他在诗书画印各个方面呢无不透露出浓浓的禅意了。画作是八大山人的自身写照，所绘动物都是以白眼像人，充满着倔强孤傲之气，创造的花鸟形象独树一帜。这幅荷花图种呢，它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仰视的角度，它是从下往上看的。它可能呢把自己呢比作是荷塘里的一条鱼啊，一只青蛙呀，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荷杆呢画得非常的修长，上面的荷叶呢又是画得非常的密集，头重脚轻，上大下小，就好像一阵清风徐来呢，这个荷叶都能够为之摇曳，有这样一种动态的美感在里面，使整幅画呢都鲜活起来了。36岁那年，八大山人弃僧入道，在南昌创建了青云普道院，并在这里隐居，过着一纳无余的劳动生活。这段时间，他专心从事于书画创作，造就日后的非凡成就。八大山人笔法雄健泼辣，笔势朴茂雄伟，用墨淋漓酣畅，是情感跟艺术的巧妙结合。汉代初年就建成的南昌，是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瓷版画、宣纸刺绣是当地的特有文化。下段节目呢，来欣赏南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昌始建在公元前202年，这2000多年的文化积淀呢，不容小觑。现在一起去见识南昌当地值得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谈起南昌瓷版画的历史，年代并不久，它始自清末时期，至今有100多年岁月。但如果追溯它的发展渊源，就得从唐代说起了。最初的陶瓷器是为了满足实用，一直到唐代的时候才渐渐往装饰发展。明代时珐琅传入，为陶瓷绘画艺术增添了颜色，清代便有了文人画家开始进行绘瓷艺术，并且有了瓷上肖像画，所以南昌的瓷版画呢又被称为是肖像画或是瓷像，进而形成江西特有的一种绘画艺术。走进南昌瓷版画艺术博物馆，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整个瓷版画的发展过程。写实性的肖像是南昌瓷版画的主要特征，写实性的手法跟以黑白色彩为特征的人物肖像，为日后的瓷版画艺术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现今题材更是多元了。这是我们第一代创始人董立山，他当时是清末的一位秀才，
后来呢，这个科举考试制度被取消，他在这个中国瓷业学堂授课，也就是他创始了这个九宫格定文绘制肖像，也是这个创始第一人，并且呢，他也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民间陶瓷团体珠山八友之一。然后到我们这边第二代王琦呢，他也是珠山八友，他是位于珠山八友之首。当时17岁呢，他在景德镇以捏面人为生，后来师从他的师傅邓碧山，凭借他的天赋，他成为当时景德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艺术家。看我们看他的画像哈，是他的画呢，当时是以西法头子这个著称的，以人物肖像画非常写实。他的画呢，以这种花边的形式修饰，在当时象征的是十分昂贵的。他的画当时是将近现在人民币7000-8000左右的样子。哇，那个时候可以想象是非常高级的东西。对，那个时候呢，也只有富裕的人家能买得起，是平民百姓是很难消费得起的。然后到了我们第三代梁队时呢，这个时候瓷版画开始进入百姓家中。随着几代传承人的不断创新，动物、山水、花鸟、民俗等题材融入瓷版画当中，不仅巧妙生动，而且更受好评。像我们一幅成功的瓷版画作品要经过6-7个步骤，首先是一个九宫格定位绘制肖像，就是勾轮廓，把轮廓勾制起来，然后呢，再经过彩像、修像，再经过高温的多遍烧制加彩而成。像我们一幅作品呢，通常都要经过2-3遍的反复烧制，然后第一次烧制之后呢，颜色可能达不到那么浓厚，淡淡的一点点，然后呢，我们画家会再次加色，然后直到加到它的颜色非常的重工重彩，基本上要是3次左右，然后才能成型。然后我们进行烧制之后呢，就可以就是加边框成长出来。是一幅好的瓷版画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一幅好的瓷版画呀，它首先呢，这个包括颜色上，它要掌握得非常熟练。每个画家呢，一定要知道每个颜色它的过渡该怎么形成，包括它的光色，要知道它烧制之后呢，它的颜色能不能达到它最初想要的这个效果。然后就是它每一个细节，我们瓷版画主要是它的细节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主要凸显是与照片是一定要是相差不远的，甚至它要超出照片本身的一个艺术效果，所以呢，它这个细节上要把控得非常的详细。瓷版画既有绘画的精华，同时兼容了陶瓷艺术的特点，这是绘画艺术跟瓷器文化的完美结合。像这幅作品的画的是我们老南昌的这个赣江边上的一些民俗场景，我们可以仔细看这边有一些早些年那个女人回娘家的独轮车，还有当时的吹糖人，还有打爆米花，包括早些年才有的网鱼网虾等等一些街边民俗非常深入人心的场景。像上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背景呢也是我们南昌的一些地标型的建筑，很早之前就有的滕王阁、佑明寺，还有神经塔等等。像这幅作品呢，也称之为我们南昌的清明上河图。栩栩如生的瓷版画有着浓郁的赣文化特色，现在成为南昌闪亮的文化招牌。除此之外，宣纸刺绣也是南昌的一大文化亮点。一般来说，人们对刺绣的印象是针线绣在织物上面，但南昌的刺绣却是绣在宣纸上，这种独辟蹊径的艺术形式打破了宣纸只能用笔墨进行书画，刺绣只能在布料上完成的刻板印象。更特别的是要介绍当地的顾氏家族，他们是家族男丁传承宣纸刺绣，只传男不传女的，一直到最近这些年才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祖训，由第九代的传承人顾玉纯创办了绣庄，把这门艺术发扬光大，走向社会，让更多的人得以窥探这种难得的艺术之美。而且宣纸刺绣在旁边看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它会有那个破纸的声音，对，捅下去，对对对，布上没有这种，布上没有这个声音的。这种刺绣用的是宣纸，所以工艺难度非常高，
每一帧都是刺绣艺术的心血，必须要掌握到绘画、书法、素描、刺绣等技法，因此每一幅刺绣呢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我们绣花呀，要求是在自然光下绣，不能在灯光下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因为它会反光嘛。哦。一针一线需要极大的耐心。嗯。老师，这真的太难了，我都看不到那个针头，你怎么看得到啊？这个针有多细？0.035毫米嘛，比头发丝线数字是两丝线嘛。两丝线就是你们女人头发的1/7嘛。绣线针法都藏在作品里。像我们这个针头啊，线在上面的，它不会从下面上来，你看停在这里，是，然后呢我们就会把它拨过来，在这下面藏到里面去，所以很多人说怎么看不到线头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因为通过这样的反复的绣以后，就把它藏在里面，它隐藏起来了。这种刺绣法使用了平针、长短针，还有乱针绣法。像一般的就是纺织品或布，你会看得到，比如说经纬线，你会知道布怎么样是正的，比较容易知道哪里下针。那纸上面你怎么决定从哪里下针？这个呢就取决于两点：第一个，你要看清楚这个图案，它的间距；然后呢，这个图案你只能是超出这个图案的边缘，你不能在这图案中间绣，在边缘上绣。绣过去以后，看到它的间距，一针扎下去，然后再穿插的返回来，再往前推进，用这种方法，这里面主要是熟能生巧，就是你的技术，你对图案了解的比较清楚的话，下针就比较准确。是，每幅作品都是浑然天成，有如水墨画一般。布上的刺绣呢，它一般的是作为居家装饰品，它这里种画的家里为美化生活的。但是我们这种纸上的刺绣呢，你应该知道，中国的书画呢是在宣纸上完成的，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它又叫个千年的寿纸，它能够承载1000多年以来，它能够承载下来。但是布上的刺绣呢，因为它布呢，它跟空气接触容易发霉，容易氧化，所以它保存时间很短，一般就是几十年。宣纸它就能够，因为它是这个纤维结构，是草纤维结构，那么说它比那个布的棉纤维结构更能够长久的保留下来，更好的反映作品的原貌，同时它也能作为一个长久的收藏和保存，这是它的特点。这种宣纸刺绣不走近细看，很难发现是一幅刺绣的。传统的刺绣丝线大多使用绚丽多彩的光线，宣纸刺绣呢，现在则是使用传承人顾玉纯他所研发的哑光丝线。这种丝线满足了水墨画墨分五色的色泽要求，所以呢，远远的看去，每一幅宣纸刺绣就好像水墨画那般的浓淡渐变，富有层次。因为在封建社会嘛，一般是男丁是在家庭、在家族里面都是起个主导力量的，是，所以说能够每年为自己的祖先能够绣上一幅画或者绣上一幅字的话，那么他一定是男丁，因为男丁有继承权，女儿她是不能学的，因为女儿她要嫁出去的，还有媳妇也可以传，但媳妇跟儿子可以传给她。那么说这个家族里面，一个家族里面就是不管哪一代，只有一个人可以去绣。那么说这一个人绣下来，他就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传了下来将近700年。当然中间也因为战乱呐、因为这个社会的变化呀，他也因为包括中断过。因为祖先有这种习惯，所以我们还是断断续续的、陆陆续续的，还是把它保留下来。保留下来以后，到传到我这一代以后呢，我呢就是说，也是受祖家庭族人的嘱托，就是把这个把我们这个故事家族的这种文化、这种传统、这种对祖先的一种尊重要保留下来，就通过自己的对他的反复的揣摩吧，然后把它创新一个符合当代人审美观念的艺术。宣纸刺绣突破了传统刺绣的限制，将刺绣推向另外一波文化高峰。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
南昌在悠久历史的熏陶下，自然形成特有的饮食文化。下段节目呢，带各位品尝赣菜的美味。在中国大陆历史悠久之地，必定有让人垂涎的特殊的美食，像南昌当然不例外。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莫过于继承历代文人菜的基础所发展出来的江西菜。而现在呢，一块来品尝赣菜它的精髓跟内涵。入夜之后的南昌有着不一样的风光，在赣江两岸每晚都有声光秀的表演，绚丽多彩的夜景更打破了金氏世界纪录，荣获了最多建筑参与固定性声光秀的殊荣。声光带来视觉上的享受，美食呢则带来味蕾上的冲击。琳琅满目的各式小吃让人不知该如何下手。其实一走进来这边，我的感觉特别的幸福，因为眼前看到琳琳满满的各式各样不同的佳肴。像这里的菜有什么样的特色？这边菜呢都是主要做以我们江西以及南昌为主的这种土菜为主的。你像这边我们看到这个特色米粑，也是我们南昌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点心，用农户呢用糯米自己在家打制做成的一个米粑，就包括这个菜汁锅巴以及这个煮辣椒炒肉，它那个肉呢都是用的土猪肉，以及这个农家自己种的一个辣椒炒出来，都是原生态的一种味道。特别是像这种米粉也是南昌的特有的一种做的非常好的一个那个小吃了。小吃料理以现场制作为一大噱头，在这里呢能看到每样料理的制作过程，就连豆皮也是豆浆现煮做成的，让做出来的料理能够吃到最软嫩的口感。井冈山我们一个新鲜的豆皮对，就是用黄豆黄生磨成浆以后，让它面上形成一层皮状，然后把它挑起来的。所以每一次客人如果要点这豆皮的话，就是当场在这边就这样现做。对对对，这种就是我们新鲜的现做的这种。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概念，就是把我们农家呀，然后就是家里面的佳肴，然后带到这个城市里面来，而且就是新鲜现做这样子。哎，这边我们就是倡导一个农家菜城里卖，对吧？倡导这样的一个元素，就包括这个藜蒿炒腊肉，也是可能很多地方全国都知道的，是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这个藜蒿炒腊肉呢，是我们南昌的一个很特有的一个上桌的一个菜肴。真有趣，就是一走进来啊，还没有吃到，就是光是看那边点菜的方式，跟这些就是菜的这个样品，就可以感受到，哎，江西这个地方，比如说特殊的地理环境。特产等等的。对，不过我看好像它是没有那个 menu 的，就是走到这边然后就跟着这样点菜。是的是的，这边点菜的方式也很特别。 对他们这个点菜方式呢，只要拿上面有一张那个二维码，你喜欢哪个菜就把哪个牌子拿走拿起来，然后到那个收银台去，他会一个个给你扫码，然后这样的话呢点菜速度会非常快，又快又不容易出错。对，是的是的，而且自己能看到，哎呀我点了哪个，哎呀我点了有粉丝包菜，有肉末泡菜，然后有锅笋，有藜蒿，然后这些菜呢我们拿到收银台去，他就夸夸夸一直把我们扫进去，就扫进去了。但吃一桌觉得好开心好幸福。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边走也看，哎呀我到底要哪一个呀，是不是扫个什么硬菜呀，还是扫个什么青菜等等 的。所以这边就是江西这边地道的特有的，然后家里面的，然后来到城市里面来，让你一次都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美味。是的，赣菜说来历史悠久，是一个乡土味浓厚的家乡菜。它的特色呢是原汁原味，油厚不腻，而且咸鲜辣兼具。南昌的地方性赣菜则以烧烩煨跟煸炒为代表性的特色。江西菜呢还有一个文人菜，文人菜是什么呢？你像在北宋的时候就有个文天祥，我们江西的传统菜里面就有一个文山鸡丁，就是文天祥取名的。那南宋呢就有一个苏东坡给我们取名一个东坡肉，包括那个元朝末期的时候朱元璋又给我们取到一个菜名叫做老表鸡汤，包括现代一点呢，像我们的伟大的伟人毛主席给我们取到的一个菜名叫四星望月。
古有文人菜，今有家乡菜。一个地方的饮食文化往往受到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赣菜所体现的是一种浓郁的山水情味。南昌的李渡镇以盛产李渡酒著名，它以色泽清亮、香气浓郁、柔绵醇和等著称。下段节目呢，来认识有千年历史的李渡酒。既然有好菜，岂能没有好酒？但南昌的好酒何在呢？且让李渡烧酒的酿造技术来回答这个问题。南昌李渡镇地处赣府平原，它西临府河。府河水所孕育的粮食，这是酿酒的上等原料，让李渡自古就有酒香的美誉。2002年，中国大陆十大考古发现当中，证明了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是年代最早、遗迹最全，而且时间跨度最长、富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酒作坊。李渡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在经历明清两代连续不断的发展，至今李渡酒呢依然承袭千年的古法酿造工艺，让酒香延续不断。白酒的话，一个是说水源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厂离府河池只有500米的距离，所以说包括我们那个国家遗址里面也有一河水井，是明代的水井，我们李渡的水也是最优质的水源之一，所以说这个一直以来从元代开始到现代，李渡的酿酒做酒是没有断过的。是所以就说从元代到现代，因为这个水好，我们酿出来的酒都受到消费者的喜爱。白酒酿造主要有三道工序，分别是原料蒸煮、发酵过程的糖化酒化，以及最后一道的蒸馏。因为没有蒸馏就得不到白酒。高粱30%嘛，大米70%。那这个酒酿出来有什么样的特色？这个这个酒呢，回味，回味很糖。现在这个酒大概有78%-80%，它的那个酒花大，烧得很快。烧得很快。就表示它的酒精浓度是高的。高的。带有一点点黄色，高粱都带黄色的，所以它的酒的颜色，它的酒呢，就酒质就很好。刚刚蒸馏出来的原浆酒，香气十分浓郁，而且酒味醇厚。这酒的香气很漂亮哦，它是很纯正，然后米香、高粱香跟酒香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原浆酒属于高酒精度，最能尝出酒的原始滋味。因为酒精浓度比较高，有大概78%-80%，所以它还是有一点点微辣。但是我用抿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纯粮食酒的回甘回甜，尤其是在舌尖然后跟唇边的时候，那个甜滋滋的滋味是有带一点点浓度的，所以人家就说这个酒是很纯很回甘。尤其是我们喝到这个应该是最好的这一段哦， 是很享受的。一大早起来工作这么辛苦，就这个时候最好。在蒸馏的过程当中还能制作酒糟鸡蛋，这可是最纯正的酒糟鸡蛋，它透过蒸馏时产生的高温让鸡蛋充分吸收了酒香。用酒糟蒸的鸡蛋有活气、养血、润肺的功效，它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能刺激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帮助消化。这个就叫酒糟鸡蛋。为什么有酒糟鸡蛋？这个有一个小的故事啊，就是原来这个乡镇里面有一个老人家，就拿了鸡蛋来找我们这个工人师傅，要他们帮忙放在这个酒子里面，把这个鸡蛋把它煮熟。
然后我们就问为什么要拿这个鸡蛋放我们这来煮，因为那个年代在以前医学不是很发达，就是治这个肺结核这些东西它就不是就是这些医学就治得不是很好，是。然后就这个酒糟鸡蛋，他说他自己以前做过，清理这个对这个治疗这个肺结核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男同志抽烟呐、然后这个雾霾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吃一个这个酒糟鸡蛋，它有清理这个肺部的功能，是，所以也是一个民间的偏方，所以我们现在来了贵宾以后，我们都会让大家来介绍品尝到这个酒糟鸡蛋，其实看起来会觉得很新鲜有趣哦，然后真的就是感受到知道它里面好，又觉得哎，其实挺有意思的。然后一颗一颗的酒糟鸡蛋，那个一阵打开的时候，那个烟那个场面，其实我觉得哇哦，好开心的感觉，好隆重的感觉。然后看到一颗颗鸡蛋，觉得有的吃真好。酿酒是一个十分艰辛的工作，但因为有这些酿酒师的坚持，才能让传承千年的李杜酒持续着飘香。白酒经过多年陈化，味道会变得更醇美，而且越久越浓，越久越香。在李杜酒厂里头有一座百年丰坛酒库，这里被誉为是华东第一私人酒窖，里面收藏着数十坛百年丰坛的原浆酒跟上万吨的窖藏酒，他们见证了李杜酒的发展。李杜烧酒作坊遗址则见证了中国白酒的发展历史，遗址为元代已经生产蒸馏酒的论断也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这儿的水井、炉灶、亮堂、酒窖、蒸馏设施等等，让人们能够窥探先人的酿酒技艺，这可是中国大陆酒业难得的国宝。通过国家这个文物局这个科学考古发掘的这种工厂里面挖到的地下挖到的这个酒作坊遗址，目前挖到这三个是最好的。过去酒作坊是私人的，195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我们中国对这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这个作坊进行这个改造，就把它变为国营的企业，就把这个厂就建起来了，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那个国有的一种企业。它这个传承呢就比较早，从元代、明代、清代到民国，一直到解放以后，这个酒窖都在这个地方，而且还在做，一直在做，没有断过。没有断，700年它没有断代，这个是比较少，比较特别的地方，比较特别，是传承下来了很久。是以前的酒跟现在的酒有没有什么做法上的不同？现在的酒就是传承。明清的以前的这种工艺，1970年的庐山会议就到这里起酒。我们那个过去啊，那个江西省委、省政府就到这里，起了酒，到在我们那个中国共产党在庐山开会，就从这边起了，好像是起了几千斤酒过去，也是这种酒窖、酒缸里面发酵出来的。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伤患不一，皆因李杜酒而闻香下马，知味陇传。如今李杜酒依然醇香，同时芳飘万里。江西进贤县的文岗镇以毛笔的制作跟微雕技术著称的，现在请随着外景队脚步，看看这些技艺它的现况。南昌进贤文岗毛笔拥有1600多年历史，大街小巷笔装林立。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文岗毛笔由小生产走向大生产，从小产业变成文化大产业了，有着华夏笔都的美誉。不错啊，今天一早来到文岗毛笔
交易市场，我真的大开眼界哦。除了我没有想到说一个毛笔交易市场可以聚集这么多的人之外，我这一辈子没有在一个眼神之内看过这么多笔头的，这边全部都是毛笔的笔头。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毛的笔头？它这个都是羊毛。羊毛、哦。羊毛，羊毛做的。像这些笔头大概有分成哪几种不同的材料？它有那个狼屎那个狼毫，有狼毫、羊毫，还有猪毫。猪毫。它像这种大大小小，这边都是羊的吗？啊，都是羊毛的。它是带黄色的，都是羊毛的。带什么？带这个黄色的。带黄色的，都是纯的，都是羊毛的。那这种旁边是白，中间是羊吗？还是？这是羊毛做的，羊毛，就是、羊毛它我们那个尼龙毛在一块，就是有羊毛有尼龙毛。来这边的人是零售来的人多，还是来这边批发的人多？这块一般还是批发的人。批发的人多。批发的多，零售的当然也有，只少部分。根据2016年的统计，文岗的毛笔生产企业跟作坊一共有3100多家，从业人员13000多人。文岗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毛笔的主要原料是山羊毛跟竹子，在这里取得非常容易。制作一支文岗毛笔一共要127道的工序，其中最主要的工序是选毛、水盆、结头、装套、择笔等等。这些工序呢，几乎都是纯手工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废水废气的污染产生，因此对周边环境不会造成影响，这让文岗毛笔的生产成为一个绿色产业。基本上在我们文岗这块一般来说，就是比如十户人家最少有9户是做笔的。十户有9户，这么高哦。基本上有90%它是做笔的，电子用的。对，这边现在国家提倡那个毛笔上课堂嘛，这块。那这个为什么要染成红色的？这个东西有好多，我们化妆笔。哦。化妆笔就是我们那个女孩子那个，对对对，画眉什么的。这个就是做狼毫的原料。对，做狼毫的原料，它跟毛尾这块，毛尾越尾的越尖的，比较硬的，它的价钱越高。整个尾巴它全部能用上去。只不过价格不一样，不同。这一个尾巴要多少钱？现在我们在关键几十块钱，几十块钱，七八十块钱。而且狼毫的毛笔不是特别贵吗？它像你在做个猴子的话，你选择它全尾巴上的，最少有几十个来种。是哦，所以这就是它的原材料。原材料。它的味道好重。那来到这个毛笔市场哦，不但就是可以让你更对毛笔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就连它的原物料在这边也有进行交易，可以感受到这边就是自古以来就是很大很大的这个毛笔的制作跟交易中心。在文岗能够找到各式各样的毛笔，也是它是一种装饰笔。文岗毛笔工艺纯熟，而且配料讲究，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结合。像笔杆雕刻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将这种技艺跟制笔结合，能制作出令人赞叹的笔杆，把毛笔的装饰推向极致，让毛笔呢成为一种艺术品。这支笔就有黄鼠狼的毛在里面，是有牛尾毛在里面，还有加的有人造毛在里面，下面还有加的有猪鬃，这么多混合在一起。对，这个笔都大部分都是这个笔都要尖毫嘛，是。你像这支笔就软一点，这支笔就弹性要硬一点，因为写字人不用，他喜欢那个写那个墨浓一点，那个就是厚一点的，他就用这个横墨量大的。如果是写的枯，很多枯笔会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喜欢用这个硬一点的笔，所以这个笔是好难做，很难做，对，很难做，是啊，每个人的用笔不一样，所以做笔要做成这个样子，每个人的笔，你像我们现在做笔可以做成这个样子，他如果来不了，他就发一个图片给我们，他写的字，那我们就靠着他那个字去做他要的笔。
我们评为中国笔王是什么样子呢？实际上就是很多书法家用了我做的笔，他以前用了很多笔没有这么好写，他说我们做的笔非常听话，想不到的效果都会发挥出来。是他写的时候，这个文岗江西这个笔的也是在我们手上改良了，因为以前的笔都是很短的，现在人写字都是用喜欢用长锋的，又还要硬的有弹性的，所以我们就慢慢就把这个笔改良。是改良了以后呢，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用江西的笔。文岗毛笔大如扫帚小如针，刚中有柔，能硬能软，由于种类相当齐全，所以大家都喜欢到这儿来找笔，让文岗毛笔自古至今久负盛名。南昌长久以来是国共之间非常纠结的一座城市。1927年的8月1日，由周恩来领导的武装力量率先在这里呢，向当时的国民党开出了第一枪，从此正式揭开国共之争。中共呢，把这场战役称之为南昌起义，国民党呢，则称为是南昌暴动或是南昌兵变。但不管是起义或暴动，都不影响南昌它的历史文化价值。节目谢谢观赏，祝福各位。